这一张会停留很久，因为四十张这一张讲完了后面就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我们用二进位，我们用二进位来代表，那为什么要二进位？刚才已经说过了。然后呢，以前我们学过的十进位做减法，对不对？很麻烦哦。你要做三个步骤，对不对？已经做减法，要做三个步骤。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麻烦的结果？那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十进位的系统里面，我们的正数跟负数的角移，我们在表示一个负数，当我们说198，我们这样子写，那我们说负198，我们直接要一个符号，对不对？这种表述叫做 sin negative。还有人是讲，老师在教一句，是 find negative。什么叫 find negative？ negative 就是大数，也是绝对值的意思，绝对值，一个数字的绝对值，所以198跟负198，我们要抓准这个意思，就是它的绝对值。find 就是你是正的还是负的，对不对？所以假如你是198，我就正198，它正的状况就是。对，然后假如你是负198，那我就前面加一个负号，那我们就要反那个，这种反那个就很适合我们的，我们能力看一目了然。但是呢，就是因为这种表示法，所以让我们在做检讨的时候就效率就很高。那各位也知道，就是你只要引进了复数的观念，事实上没有所谓的准，对不对？我们上去就讲，像比如说223.193，那就是223加上负193，对不对？所以只要你有引进的这个正负号以后，事实上就没有减法，他们都是加的。那我们也是一样，电脑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以后呢没有什么减法，他们都是加的。为什么用减法的用法？你讲这一个是223。加上负198，这是198加上负223，所以重点不在说我怎么样来代表负数啊 negative 的，我怎么样来代表负数？那我们以前十进位，我们用的是 sin negative。那用 sin negative 的方法，你要做减法，的话就是必须要比较两个数字的大，然后再决定谁是被减数的。然后再来检测的结果叫什么？你就用到这方法，完那个也没有其他的方法。那这个有一本专门的书，哈佛大学一个教授，他专门就出了一本书，就是怎么样做加减，怎么样做加减，就整数的加减就是整数，它里面就探讨了很多很多那个整数的表示方法。包括 sin negative， 包括 one complement， two complement， 还有其他的。然后每种方法它的这个做法是怎么样？刚刚在做加减的时候是怎么做？然后呢，这一个它的效率到底是怎么样？它做分析，分析。那时候我在出国念书之前，我看过它的。我那时候说哇，这么好。我们一个加减是可以做出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是一个，这个本来是很想去跟他做，但是后来他不要我，不是我不要他，所以这个就是你怎么样去做这一个整数的加减，乘除这些东西，跟你怎么样表示负数很有关系。那我们这本书也有讨论到三个的有关观点，但是这个因为已经没有人在用，那除非你要做研究，你不是去研究说到底三个的有什么不好，观点的方法有什么不好，
好，那这个对于我们真正在做电子阅读其实帮助不大，所以我会直接就介绍出去。好，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实际会的时候，我们在带着一个故事，这种 representation 共享不好放。那所以假如我们把这种整数，包括正整数跟负整数，当然包括零，啊，这种表示法我们用 truth complete 的表示法，而不是用 sign negative 的表示法，那么我们的加减，啊，做加跟做减，正常通常都是做加，它的值减效率就很高，就只要做第二步、第一步跟第三步，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现在几乎所有的电脑？除了一些商业用的电脑，像 IBM 有一些专门给这个银行用的电脑，它不用 Truth Complete。好、哦，为什么它不用 Truth Complete？ 我现在在这边讲，那很好。好、哦，牵涉到这个准确度的问题。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假如我们用 Truth Complete 的表示正负数的方法，啊、哦。那么我们就可以很有效率的去做减法，或者去做有负数的计算。啊，好，那所以这两个 topic 也在做，啊，也知道是为什么要做。那我们既然说我们刚刚讲说，哎，我们人最喜欢的就是直接位，对吧？那当然你写程式你也希望，那我就写一个，啊，我要 x 加上。123，对不对？我国际的直接位数字啊，但是问题是电脑看不懂怎么办？它看不懂123怎么办？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演算法，把123直接位把它转换成二进位，好，然后输入到电脑里面，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直接位。我怎样把一个直接位的数字啊转换成二进位的数字？好、啊，那电脑它在里面算，对不对？算出来的数字，它是不是才是二进位？那要讲，你将它印出来，它印一个二进位给你看，哇，你会看起来不照吧，对不对？好、啊，所以我们希望说，哎，电脑虽然它内部里面是用二进位，但是希望说，它用报表拿出来给我们看，是用十进位来的，它是会怎么样？二进位的话，它是十进位。好、啊，这一个。对吧，我不要。然后可能你通常不是只有二进位变成十进位，十进位变成二进位。好，以后你找到公司，在外面公司做，比如你设计了一个 embedded system 叫做嵌入式系统。哇，这个嵌入式系统呢，突然中间有一个过程不对，所以突然结果都不对。那你就希望看看说，到底哪里有问题？所以我希望把记忆体里面的内容。搅出来，啊，我一个一个去查看，到底哪一个记忆体里面的内容出问题？哎，你会需要做这个，哦，我们以前会经常做这个，啊，因为你到后来发现谁都没有办法帮助，然后你也不知道到底哪里出错，那怎么办呢？好，我就把你电脑里面做了每一个过程里面的东西，我都把你叫出来看，好了，那叫出来看，你就看到一大堆的一影，哇，这个老天啊！这么多数字的模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希望就是说，哎，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看？那这种简单的方法就是16进位，就是16进位。所以你希望记忆体里面的内容印出来是用16进位的方式印出来。那16进位的方式印出来，它比较省，换句话说是2进位变成一个16进位的数字。好。所以你印出来的东西就会比较快，啊，然后你看起来会比较快。那这个我们叫做16进位跟2进位之间的转换，或者2进位跟16进位之间的转换。啊，所以所有这些都是包含在计算机的这个转换。好，那第四部分就是operation，就是有了这些数字的表示法，对不对？啊，整数的数字的表示法，包括都是 complete， 我们要做一个做第二步。数量就是做加，啊，减就是把它变成加，好，我怎么样做加法？啊，那你会觉得加法简单啊，就是按照刚刚加减进入加减进入，但是你说简单不简单？为什么？
因为它会产生错误。为什么会产生错误？会产生异味 overflow。什么叫 overflow？ 啊，比如说我现在238，比如说我现在整数是用三个位数来代表，对不对？所以我这个电脑我只能最大我只能表示到999。OK， 我只能表示到999。但是你现在你现在在做加，做238加898，然后加起来就超过999，对不对？那你不能给他讲说啊，我到家加出来是06，然后31，就是把这个一发掉，那我现在结果136，因为我只能记录三位数，对不对？你是说我现在结果136，你觉得这样对吗？不对，对不对？刚刚你讲是电脑的职业啊，我也说好了，对不对？我一个人除了量体的时候，浅这个1米238，1米898。所以我把它加起来变成它只存了136，然后把1000块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这样还可以 OK 的，对不对？好，但是问题是，这个你这个隔天就要被公司把你换掉，因为你侵占顾客的钱1000块，啊，所以不能这样做嘛，这个是叫做错误，这我们叫做异位 overflow。我不晓得这个翻译对不对，那我不太啊。假如我把它换成中文，就是什么各位就看到啊，它这个用我们这种是一个错误，那这个是叫异位，或者我现在两个复数加起来，对不对？它这个复数呢，它的大小也超过我的容量，对不对？那这个是错误，这叫异位。所以我在算的时候，不管我们是用 dynamic 或者用 truth counting 的，或者用任何一个方法算的啊。任何一种表示方法没断的时候，都会产生 overflow 的问题。所以你在电脑在设计的时候，你一定要一边计算，一边侦测有没有 overflow。只要 overflow， 你马上就要把这个程式终断，再算下去就不对了嘛，对不对？啊，你第一步错了，你后面每一步就都错了，所以没有必要再算。所以通常电脑一定有一个东西。就只要你在做计算，当你 overflow， 电脑马上把这个东西，好，然后送出一个 match 给你，这就是机器，说你产生 overflow。好，那这时候你这个程式设计师就要去看你的程式，到底有没有 overflow。好，通常电脑不会告诉你说，我在计算这个数据的时候产生 overflow， 不会。好。因为它这样，这个你要做了那么多设备在里面的时候，这个电脑就会很大，就会很贵，啊，所以通常都是告诉你一个 match 嘛，就这个 overflow， 然后你整个就继续做，好，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怎样去侦测这种 overflow，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主要会讲这一个，所以说你把它整个加起来那个就很多，好，好，再来第五步。整数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代表，对不对？那 real number 的实数我们要怎么代表？好，那这个实数呢又分了两种，又分了两种，一种叫做 text form， 一个就是 floating form。好，那通常在工业用的电脑。结束边用的电脑，通常都是用 floating point 的实数表示。那但是在商业用的，比如银行用的商用电脑，他们会比较偏好 fixed point 的表示。那什么叫做 fixed point？ 什么叫 floating point？ fixed point 就是说，这 point 的意思就是小数点，啊 ，decimal point 小数点。那我们不能叫 decimal point， 因为 decimal point 意思就是。十进位的小数点，好，那个二进位的小数点你就不能叫 decimal， 好，因为一是十的意思，好，好，那所以就是那个小数点，小数点的位置就是固定，只要它是固定，那我们叫做 decimal， 只要它不是固定的，我们叫 floating point，
那什么叫做固定？什么叫不固定？比如说我现在说，哎，我这一个电脑呢，我的时速就是一定是八位转速，然后八位转速，啊，或者我们给它来缩小一点，啊，就是四位转速，然后再这个转速点，然后再来四位转速。所以任何时速，我都把它写成四个整数，四个整数，四位。那这我们叫配套，这个小数点永远都是固定，左边四位，左边四位，右边四位。那这种什么坏处？这种坏处就是说它的准确度很差，好，它的有效位数很差。啊，为什么？比如说我现在说这一个。我要代表一个数，对不对？一个数是，十的负二，比如说我们说，0.1，比如说我们这有我有一个数字叫2.03，23，那这个 OK， 对不对？2.03。但是我只要有一个数字是2.00002323，就我有一个数字是2.00002323，这两个数字不一样，对不对？差十倍，对不对？但是你假如用这种 fixed point 的方式来写，啊，通常都是二点，对不对？因为我只能选四位。所以这两个数字对我电脑来讲都一样，对不对？啊，那你算出来结果就会好，对不对？这边的小数，我们怎么保证？要二改成零，啊，因为我这两个数字差十倍哦，对电脑来讲它就是一样，对不对？啊，所以你找这数算一个东西，算一个乘法，到这个数字加一乘。得出来结果呢？啊，两个差十倍的东西，结果出来完全不对，对不对？啊，所以这样就不对，很显然不对。所以说，我们叫 fixed point， 在早期的电脑或者他们商业用的电脑，很严重。那科学用的就不能这样，对不对？既然号称科学，你就要分辨这两种。啊，那所以科学用的电脑，我们用科学。所以各位在高中学的叫科学记号，为什么高中要教科学记号？好，好，那科学记号呢？怎么记？就是我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呢，我叫什么？我就把它叫做0.2323乘上十的，啊，十的负什么？对。然后这个数字呢，我就把这个0.2323乘上十的，这个好数字啊！哎，真笑，你笑你也不跟我讲，啊，不要笑，你跟我讲错了，我说我错了，我很高兴。哦，你不要让我一次就错一次错了啊！那个下一堂课还是用这个例子去讲啊，好。哎，啊，对于这两个，你看，我们用科学表述嘛，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就不一样。好，啊，这前面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设计一种表述嘛，怎么样？记前面这个东西，还有记这个东西，记这个负数，负。好，那这个里面，对于这两个数字，后面的小数字。位，好，我们这没有数字，你这边是1234567888位，这边是九位，对不对？那要来一个0.00002323，来，我们一样可以表示啊，是0.2323，是吧？就是1234588位，这样。不用说嘛，一样，大家都是0.23，明白？
好，然后呢，你要有基础观念。所以只要我能够记整数，这边都有整数，就我刚刚就是他们的或者是什么，反正我都会记整数，对吧？所以这边是整数，这边是整数。然后等一下你也看啊，我们等一下会用0.2323，我们用整数把它跟整数过来。啊，所以我们用整数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特性表述好。好，然后我们可以设计电子电路去做整数的交易和不一样。好，因为它这边都已经是整数的表述，所以整数的表述啊很重要，因为我们会代表整数，我们就可以用同样这套方法来代表整数。啊，只是你在解释的时候，电子电路在运算的时候，你必须知道说啊，这个是前面的一个数字，然后这个是幂。或者这个是数字，所以他只要能够分辨这两个，然后他就可以测试。好，那当然我们在电脑里面，我们不是用十的指数啊，我们是用二的指数。好，因为我们讲说里面就是电脑里面都是二进位，所以它就是用二的指数方代表。好，那二的指数方代表你要把它印出来，对不对？好，它在里面算成二进位算，那你算完了以后，你要把它印出来，把印表印出来。我不希望它告诉我们二的指数方，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电脑就可以把它转换成十的指数方代表。好，那这些东西都电脑就可以做。好，这个就是 real number。好，那最后一个就是 odd， 就是比如说你在打这个包括你打中文跟英文都一样。好，打英文，你通常比如说你打说 hello。哦，那每一个字 H E L O 这五个字，每一个字它就会用一种编码来把它编出来。好，那这个编码最普用的最多的就是 ASCII 就是美国人，这个第一个 A 就是这个美国的啊，就是美国的这个字典出来的一个标准。啊，所以用这个标准。通常这个标准就是8个1.1点，然后你知道我们会介绍，啊，它真正的那个编码是7个，用7个二进位的数字代表一个字，但是我们会再加8个这个数字进去，啊，人家说在会再补一个一或点，让它满足某一个很好的条件，啊，那我们到时候再说。所以你假如你送一个 HDL， 然后说啊从高雄送去给台北的同学，他在这个你的在我们的这个信件系统里面 mail system 里面，他就会把这5个数字变成5个我们叫做 byte 就代表8个啊8个0.1点1点，所以他发现它变成40个40个1.1点的数字。好，那台北呢？那那个 mail system， 哦 ，mail system， 你的同学在台北啊？哦，他那个 mail system 接收到这40个1.1点的数字，他又把它转换成 HDL， 所以你在 mail system 上面看到，哦，这1.2，我们不会看到40个，40个1.1。好，那你打中文也，中文一般都是用16个。1.1，好，这我们叫做这个跟什么变化的关系，就是用16个1.1，就是用化。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同样的道理。好，那我们这边介绍的东西是英文的 ABC 这边。好，所以这两个不一样，这个完全就是跟着一个字一个字去送出去，因为它不计算，对吧？但是前面我们这些整数啊，其实我们是要计算，我们不是说只把它表示就好，我们还要处理，还要计算。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东西。那所以你现在有这样整个的观念，那我们讲解就好。好，后面讲解就好。啊，那你有问题的话，我希望随时把它提出来。好，最好呢，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在课堂上面。啊，有点回去不太需要。花时间去看啊。
好，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把在电脑里面怎么样表示资料？好，在电脑里面我们怎么表示资料？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说，这些资料呢，就算电脑就是用电子电路做出来，对不对？所以在最底层，事实上所有的资料都是用电子电路做。那电子电路，你怎么样代表它？我们刚刚讲的说开和关，它开就是代表有电流在那边流动，有电子在那边流动，对不对？它关就是没有，所以。你所有的这一些代表的这个资料，事实上你要放在最底层，从最底层来看的话，它基本上就是电子，电子。所以这个在各位在大概到大三以后，就会非常了解这个电子，甚至以前我们以前有用那个 IC， 就作为一个讲的这个东西，你到那时候你自然就有这个能耐。所以你不要急，当你这个 K 了三年，或者用你的那术语来讲，混了三年，你自然就会混。那我们通常我们就是用开或关，或者状态一或零。那为什么？因为在电子电路里面很容易去辨认，或者是产生一或零。一，我们只要让它有电力啊，就让它开转了，对不对？那零呢？让它把它关起来。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下。所以我们很容易产生这个。那这两个状态呢？通常我们就这样，各位电力啊，各位高中都见过了啊。所以，比如一个电路，它可以产生零到2.95这个电力。那我们呢？是不是？这个很低的电压接近零左右，这个我们叫做的状态。那当它做 off 的状态的时候，它的这个电压几乎都是零。然后当它做 on 的状态，它的电压几乎都是在最高的电压。那我们就取这两个极端，这个当做 off， 这个当做 on， 这个代表零，就是零。中间的这些都不用。换句话说，我们的电子电路不会处在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电子电路设计出来，它一定不是在这边，就在这边。它不会说在这个中间勾勾底下。我们台一下勾勾底，不会，这里都不会出现。那个电子电路不会出现在这里，这个状态不会出现在这边。那个电压不会让它出现在这里，不会，它就是在这里。这个方向说你这个电子电路，现在是这个状态，那它要么就是一直保留在这里，要么下一次就像蹦一跳这样，所以你是不是很容易辨认这两个状态？这两个状态差，对不对？你假如说，我的零状态呢，零用0.5伏特表示，然后我的一状态呢，用0.6伏特表示，哇，那就大了，对不对？0.5、0.6那么靠近。只要拿一个摩托车，你在用电脑，外面有人在发动摩托车，你的电脑就咔就错误反射。为什么？因为就会受到干扰，0.5就跳到0.6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就是不是数位式的系统，那你摩托车刚刚发车那整个系统就跳了，那就是因为它是用类比系统。那列比系统这个数字就放在这里看，但是呢，我假如是我们用来是这种系统，我们叫做 binary 系统，就定位系统。那我连在这里，连在这里。你现在发动摩托车，对不对？发动摩托车，当当当当当，让我电压从0.5跳到0.6，再跳到0.7，这没关系。只要你不要跳到这边来。当然你说，你这个摩托车不行，那我发动100辆摩托车。在你外面给你干扰，那我从0.5跳到0.4，那当然就过了，对不对？他说就是数字算这个，我还能够忍受的极限就是3.6。所以你假如你干扰我，从0.5一直干扰到我现在这边跳到这边也没关系，只要不要跳到这边来讲，
了解吗？所以这种系统相对它就比较好啊，因为它抗杂讯的能力，抗干扰的能力。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电脑很难突破，非常难突破啊。那现在的电脑技术比较是一个比较进步，而现在大部分都用2.9的啊，高压是2.9的低压的，所以严重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还是很高。但是我们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啊，20几年前，就是30年前了。那我们那时候的这一个高压啊，不是只有2.9，是到12的啊，甚至6啊，这是最好的6。那你假如那样子的话，你看你从0.5，然后到这边6甚至12，哇，那这个距离更远，对不对？但是因为那时候技术不好，所以要把这两边拉得越来越远。那现在大家电子电路板里面的这种抗干扰的设备越做越好，所以它不需要2到20。好，为什么各位可以知道，你电压越高，就是它消耗功率越大，对不对？所以这个电脑的热就会产生越大，啊，那就是浪费。所以最好是减量压力，啊，假如你能够做到一个电脑是高压是1.0伏，啊，然后呢高压就是，那这样你的电脑就是比人家便宜，啊，等于比较便宜，成本就比较低，消耗的功率也比较少，然后使用者的用电量也比较大。啊，但是你必须解决的，从你这连接到这边，会不会让这两个耗尽？所以你跟高压越近，一跟零距离就越小。那所以它做到，啊，只要你这个抗干扰做得不好，它就比较不可抗。了解吗？啊，所以这两个状态，就是因为中间有一条护城河，把这条护城河，把这个里面的跟这外面的拿出来，啊。所以你要从零被干扰到一，或从一被干扰到零，这个不能。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 binary 系统好做，很容易做，对，然后又很可靠，到底是不是？好，那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电子电路，哦，我现在有一个电子电路，它只能分辨这两种状态，那么它能够代表几个数字？就是代表。对吧？一个就是零点，一个就是一。但是我们不能只代表零跟一，那代表零跟一永远就这个数字只能处理一个是零，一个是一，对吧？那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代表11.多少？哎，不对，6。那11.，光那个完成零没有点吗？啊？或者是81？比如说我现在000代表是我们实际位的零，来，那001。代表这种极限位的一边，它010极限位的2，01310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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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代表连到七个数跟五四这八个数，那是不是它是你一定要产生八种状态，它才能代表这八个数，对不对？好，一定要让它分辨啊。好，那你要让它产生这八个数，所以我们要三个这种电子装置变换器，各位，这一个装置能够产生连接，这个装置也只能产生连接，这个装置也只能产生连接，这样对不对？所以我只要用三个，换句话说，我要产生八种状态，我要用三个这种产生连接器，把它结合起来，那就可以很高。所以我只要能够同时连到八、连到七，我就用三个。各种东西去把它做出来，对不对？那我今天讲要整成连到十五，不叫十五，因为这连连连连，你知道第一第一就是好，那所以我就要用四个。那各位，你现在的 PC 里面通常都是可以到三十个，
三乘二的数。哦，那三乘二就是你只要用三乘二个字母变做出来，啊、哦，那么它所能代表的最小的数字就是零零零，对不对？它就代表整数的零。那另外最大的数字，这三乘二个字母光机所能代表最大的数字是全部都是，对不对？那全部都是一代表是多少？二两三乘二次方，好，就这个，二乘二，三乘二个，对，啊，所以你最大的就只能代表这样，啊，那所以为什么说，哎，你的电脑越高，那越贵，就是你能处理的数据越大。我们最早出来那时候大概七十年左右，那时候的那个微处理器就是现在的 PC， 那时候还是个人 PC， 那时候出来的人是不是我们把四个连一点，关键要是最大我们连到十，你连这个数字只能连到十，好，那现在呢，哇，电脑硬IC 越做越便宜，它越做越大，所以可以有三十二个这种光代表一个数字。好、啊，那所以我们有没有代表就是二的三十二次方？行，了解吗？好、啊，你能代表这么多，啊，所以你里面的这种元件排起来越多，代表你能够代表的数字越大。啊，好，啊，所以这些东西都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各位就自己的去看。好，那你看我们所有的东西啊，都是连一点一的，整个电脑里面能够代表，唯一能够表示的是这些数字，也就是一个东西它有它会发展的。但是你看，我们用这样子简单的观念，一个数字都有。啊，包括数字，对，刚刚已经说了整数、正数的，还有实数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text。就是文字档啊，那就是 ASCII code 这些东西啊，还有这个自创啊，这个等下以后下学期各位就知道什么叫自创啊。再来这个影像，各位刚才照相机，各位你用你的手机照照相机，那里面事实上储存的都是点影像。好，那比如说我们的影像，你怎么说？哎呦，那为什么会有颜色呢？啊、哦，它主要就是根据物理的观念，就是任何一个基点的颜色都可以用 R G B 啊，对不对 ？R 就是红色，对不对 ？G 就是绿色 ，B 就是蓝色。所以我用这三种色的比例，啊、哦，不同的比例就可以调出这种不同的颜色。那我们电脑怎么样代表一个这个产生的颜色？我就把每一个像素。所以各位，比如说你的手机说，哦，我的像素是1000×1200还多少啊？啊，几百万像素，那就是像素。所以一张照片，我就用这么多像素代表它。那每一个像素里面就存三个整数。啊，那这三个整数分别代表红色、绿色。啊，通常现在大部分所有的手机都是用。八个一零一零的东西，那这个一零一零我们叫做 bit 啊 ，bit bit 啊，也就是中文所谓的位元，所以我们用八个位元，也是八个一零一零的东西来代表，好，还要用八个一零一零八个 bit 代表机，用八个代表机，所以你的 R 最大就到多少，就是零到二的八次方。二五，换句话说，一个 R 里面的数字，就从零到二，也就是256个讯号，有256个状态，代表这个 R， 它同理积也积这样，积也积。所以你能够产生多少种颜色？就是256×256×256，对不对？因为每一个 R 有256种，积也是256种，积也是256种。所以你能产生出来的颜色理论上是256×256，
中文的。好，够了，这个就是人没有办法的。好，以前我们都通常都只用四个，十六乘十六乘十六，你做出来的颜色就几千种，对不对？然后就四张，那个人放这个二五六乘二五六乘二五六，哦，那个其实我们人没有没有这么样，就分辨这么多颜色。好，所以你怎么样去表示一个彩色的影像？一样，用的是 DIP 变一零一零就够了。好，好，再来声音，各位各位的 MP3 啊，还有什么啊？声音为什么说好听？好，你一个声音，我就把这个声音，哦，切割成一点一点一点。比如我们的声音，各位知道是我们的声音，地方就是声音强度，对吧？好，比如说你现在说，哦，我有一个这个蔡琴的这个恰似你的温柔，很好听，对不对？我昨天看电视。好，就介绍《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啊，说这首歌是老少皆宜，哦，所以这首歌其实是我们很多人的偶像，啊，因为蔡琴是大概那时候校园民歌的，啊，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刚好就是校园民歌起来的那种，啊，民国大概六十几年的，啊，所以这些民歌我们都很熟，而且哈，都非常的怀念。哦，所以我太太专门去收集那个版的校园民歌。哦，那我们现在天天听，哎，我小孩很喜欢校园民歌。哦，就什么《龙的传人》啊，什么《秋蝉》啊，什么《花都堆》啊。好，所以现在跳出你的温柔，哦，这个是不是你一唱出来，就是时间轴？好，那在时间轴，你看你的声音是不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对不对？啊，这个代表哦。这个在这个时间，这个声音是什么？在这个时间是什么？所以它是连续式的，对。那我把这个连续式的东西把它变成数位式，就是比如说我零点零零零一秒，哎，取样一个样子，那它是不是有一个声音强度？啊，那这个声音强度，比如是五，那就用在电脑里面是记录是。那，啊，下一个声音，比如说 5.1， 然后我就记录 5.1， 所以我就用时数来代表每一个取样的话，知道吗？那时候我就把这个声音每一首歌了，就把用一个档案来听。好，那你这个声音好或不好，牵涉到就是说你这个 MP3 好或不好，取决于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取样。够不够听，对不对？你说你的这个系统是零点零零一秒取一个样，另外一个系统是一秒取一个样，哦，不得了，那一秒出来就不能听了，哦，那个声音可能只发出来了，听，哦，所以这取样的时间越低，那当然这个声音就越低，啊，越好听。再来就是那个五跟五点零，你取出来是五点零，但是你到后来就要把它变成用我们的零一点零来表示。这个解析度，这个五点一，啊，你用我们的系统表示出来是不是接近零点九？好，等一下我们会看哦，电脑就没有办法把，它没有办法把很多数字很精确的表示出来，就是完全百分之百正确，非常，非常受到它的这一个这个准确度的问题，啊，比如三分之一，它没有办法完全表示出来。啊，好，所以第一个是取样的啊，这个，再来就是你怎么样去表示这个数字，有没有办法完全的表示吗？这个，好，它这个这样能牵涉到这个 MP3 的效果，啊，你哪一台贵也不便宜，这些比较贵的，所以贵的他们就一直因为它这两个方面都会很少，啊，好，再来我们这样怎么样做逻辑的？啊，怎么样判别一个真或假？啊，这个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用脸代表真，假跟 B 代表真。啊，就是这样。啊，再来 instruction 就是我们告诉电脑要做什么事。哎，也是用零一零一去告诉你。所以整个电脑里面全部都是零一零一。啊，好。那这个我刚刚跟介绍，跟各位介绍，就是一个资料，
我们要注重说你怎么样走出去，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做运动？好，好，那我们从这个，刚刚我已经跟各位介绍，比如说整数，包含正数跟负数跟点，对。那你怎么样去表示这些东西？表示这些东西。假如我们不考虑负数，那就很简单。好，不考虑负数，就跟我这么写。00我就代表零，001代表一，010代表二，011代表三。所以假如我有三个 bit， 我不代表负数哦，我只正数哦，那这我叫按上，就没有正号，大家通常都是正。好，所以我的三个 bit， 我是不是能够表示八种状况？那我就可以表示连三起。来，但好。那假如这样的话呢，就很简单，比如329，好，这个时间位，假如我们是表示正负号的话，就是把它翻成使用的次方加上二的一次方加上几个的次方。那假如101，假如我不代表正负了，那么它就是一乘二的平方加零和二的一次方加一的次方，对不对？好，好。那所以假如我们有三个变，那我们就可以表示八个状况，这样变成八个正数，包括零。来，这是什么呢？好，那算出来会7654，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有了这种正数，正整数的表示嘛，用二进位的表示嘛，那我们下去怎么计算呢？好，你就做加法怎么加？那就是直接这样子，大家排好，然后加起来，这样。那你有了加法以后，你就这个你可以去做乘法，当然你也可以去做减法，当然你只要只有正整数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对不对？没有办法去代表负数，就是忘记消减出来的负数。好，所以这个才是下面的地方。当你有减法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考虑算，对不对？因为我给它减出来是负的，所以一定要有负数。好，那这个负数呢？我刚刚跟各位讲，就是说，负数可以好几种表示。可以是三那个，也是完全可以。但是这个我们都不谈。我们会有投影片去秀出说三那个人有是怎么样，完全可以是怎么样。但是我们重点要放在出场的。那我现在来跟各位介绍什么叫出场。假如我们的电脑里面，我们只能用三个 bit 来代表整数，所谓整数就是正整数，还有零。假设我们只用三个 bit 来代表，那你看我们现在就是三个 bit 哦。假设我们这第一个 bit 叫零，第二个 bit 叫一，第三个 bit 叫一，那我们刚刚的零。我们刚刚讲说三个 bit 就可以有八种状况。那假如你说 unsigned， 你就能够代表零、二、三、四、五、七。但是你假如现在是 signed 的话，你就不能让它只有代表零到七啊，那负的怎么办？对不对？那所以我就让它这边代表零。好，然后这里这个，这个，好，那用这样，所以说
这个要怎么说？要怎么样产生复制不专注的问题？再说，我们来看看这种表述法有什么好处。第一个，你看，我真的可以当表述，正的负的，对。第二个，正的负的，你一看这个表述啊，看你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差别在哪。啊，你看负的前面第一个偏，第二个。负的前面第一个边，这是最左边第一个边，注意一下注意。所以你只要看一个数字给你，一点一点，啊，给你，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是正的。好，注意。好，我就可以看出来说，哦，它是正的。然后主要是连，哦，它是正的。啊，然后第二个，所以是4321，代表是什么意思？代表是说，我们现在把它画一条线，啊，通常是画一个中嘛，啊，但是我发觉画中的效果不太好，啊，因为去年我们看这个学长对中的好像表现好不好，啊，所以我今年把它改成是一条直线，如果这边是这个连连连，它就是这个。然后这边再过来就是一一连连，那我们把这个，那这样你们各位可以看啊，等下我还在这边画的真的，连一二三就在这里，连一，不对，这里这个一，这个，然后再过来我们这个就是复制，来，好。复制是什么意思？就代表这里距离这里是啊，那你看这里是复制，啊，这里距离这里就是一二三，这样。然后负三是什么意思？代表这里距离这里三，一二三。好，负二代表这里距离这里二，一二。负一代表这里距离。OK， 然后因为我们只有三个边。啊，所以到这边，你不可能到这边就四个边，一点点。所以你要往这三个边，就是说，连一二三四四四三四六四。那负三个边呢，就是负的这个意思，代表它距离这边多少？这边距离这边四，它就是负四；这边距离这边三，它就是负三；这边距离这边二，它就是负二；这边距离这边一，它就是负。好。所以，假如你第一个数字是一，那么它就是负，那负多少，就看它距离这边多少。好，然后假如你第一个数字是零，那么它是多少，就看它距离左边多远，它就是。好，这边一，你看这边这里，你看距离左边一，就看这里。好，这边它零，它距离左边二，就看这里，这边多少。好，那当然是第一个数字是一的时候，你就不能看左边，你要看右边。哦，距离右边是多少？好，这个叫数。那这个数学代表什么？距离的。好，我们直接上去就算了。好，等一下我会给你一个数字，我要告诉你怎么去算这个。好，再用这个东西怎么去做标准？好好。